六十岁的吕珊个影视都有发展，今年年初在医馆举行了两场歌唱，座无虚席，而且不时她都会更新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的。最近她拍片的时候就被人说她瘦了不少，可以见到她头戴 cap 帽，身穿黑色外套和黑色樽领上衣，明显比之前瘦了，手臂相当纤幼，望落若不堪风感。对于网络明显清减不少，不少网民对她身体消瘦表示关注的时候，吕珊就坦言，其实她是为了角色造型才冲刺式的减8磅而已。